在每年的泰山狮王文化节期间呢，同时也是泰山重要信仰中心，也就是顶泰山岩的祖师爷圣诞。而这一天呢，市长朱立伦特别来到庙里头上香，祈求国泰民安。顶泰山岩一年一度的祖师爷圣诞庆典，今年市长朱立伦特别到庙里头上香，祈求国泰民安，让泰山区的民众能够平平安安。他更说到顶泰山岩是泰山地区的信仰中心，是民众寻善导正的思想场所。我相信咱的老祖，咱兴宇祖师公一定会当保护咱全民，拢会当平安健康，大家拢会当非常的快乐。咱兴宇祖师公在咱泰山地区。啊，佮包括分享到足侪地区，会当讲是非常灵性。啊，咱拢知影，这是咱的信用中心。我到厝来遮参拜，参到每年拢来啦。啊，今年是咱265周年，也是咱恒永做事工今日旧历9月18，是咱做事工的圣诞千秋。看者较侪乡亲，大家足热情，会当讲。做来参拜，就表示咱顶泰山岩信众大众非常的虔诚，会当讲进度满天下。啊，另外啊，感谢咱林董事长带领团队做足势公益，非常感谢每一届表扬，拢有咱顶泰山岩的所有咱当担任者，非常感谢大家对社会公益、对老人的照顾。对弱势关怀，对文化推动，大家非常认真。再一次，代表新北市政府，也代表咱新北市400万的市民，感恩咱林董事长甲所有的担任者。区长表示，顶泰山岩是泰山地区两大信仰中心之一，除了是民众朝圣仰拜的地方之外，更是一个善养集中的场所。本次举办庆典，现场聚集了许多人潮，是泰山区每年重要的热闹活动之一。今仔日哦，是咱老祖9月18这个圣诞，今仔日哦有一个真大特色，今仔拜咱老祖的时哦，拜到徛杯，是我来这个庙哦40年来第一届这个拜到这个徛杯的老祖，今仔日感谢啦，感谢大家哦，这多人来参拜哦。跟咱老祖庆祝安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我们上庙跟下庙一直以来，对我们地区上一些弱势团体都非常的照顾。有一些部分看到一些弱势团体，只要是我们公所审核过、转介过来的个案，都协助我们这些弱势团体，然后提供我们这样的急难救助。其实我们这两座庙也是我们的古迹哈，尤其像我们顶泰山岩已经有260年的历史，我们下泰山岩也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大家如果有机会，除了来朝拜之外，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古迹，然后欣赏一下我们泰山的庙宇之美。叫你故意来，就是咱泰山的信用中心哦。每一年呐，到今日这一天，拢有足侪民众会来这参拜，因为咱做事工不但比有咱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更加是比有咱地方大家大小拢平安哦。所以今日秋妹嘛是透早就来这，甲大家同款来这参拜咱的做事工。嘛希望讲今年做事工同款，比有咱所有的民众吼、市民拢会当真顺时平安。大家信众哦，拢做热心，迄、那个四方云集哦，来给阮祝贺，感谢感谢。所以每年来办这个活动，信众愈来愈多，香火愈来愈兴旺，嘛志工足多义务来服务，所以而且嘛祝福大家拢会平安顺遂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，祝福大家，感谢。顶泰山岩表示，顶泰山岩为安溪县李氏族人创建。所以也是当地李氏之祖庙，原本建于清乾隆19年，由士绅李旭彦、李旭元等所捐赠，原名福山岩。咸丰3年爆发了泉州张斗，福山岩为漳州人所焚毁，之后由吕旭元之孙吕福济捐地重建，改为泰山岩，又称顶庙或顶泰山岩。记者泰山采访报道。